主料低筋面粉 1009, 鸡蛋3个，牛奶100克，辅料柠檬汁5滴，白糖、蜜红豆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3个鸡蛋，蛋白、蛋清分离开，蛋黄加色拉油加牛奶筛入了低筋面粉拌匀，蛋白加几滴柠檬汁分3次加糖，用电动打蛋器打发，蛋黄糊蛋3次加入蛋白液里，拌匀加蜜豆，装入纸杯9分满，整掉气泡，预热10分钟，150度烤35分钟就可以了。香喷喷蛋糕出炉了。烹饪技巧其实很简单，老公说除了不够甜其他都很好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